我们现在到了威尼斯海滩隔壁的金牌健身，这个就是所谓的 Mecca of Bodybuilding 健美的圣地。这里其实以前就是很多的职业健美选手，包括当年阿诺，你看墙壁上，等一下我们去拍一下，所有的奥林匹亚先生都在这边。那他们也算是跟着时代进步，我上次来说还没有这个，他现在终于有一个门口的管制，然后以前都是室内，听说在疫情之后他们还有一个室外的健身房。那这个地方等一下你可以看一下室内有多大，那他们的器材我发现还有一直在进步。这里就是健美的圣殿金牌健身院，在威尼斯海滩旁边哦，所以这里的人看得出来都很像来度假的，皮肤晒得又黑，然后墙壁上全都是健美选手，这里是所有健美人都想要来朝圣的地方。那除了这边之外，他们因为疫情之后还有另外一个户外的健身区，看完那边等一下我们还会再去看海边最早阿诺的那个叫肌肉海滩在什么地方。这个地方非常大，之前这一区两个室内之外还有一个户外，那等一下我们来看看有两个户外的地方。那自从疫情之后，因为大家觉得人与人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嘛，就不可以在室内，对，会容易被传染，所以它前后都多了一个户外的区域。我应该不觉得我搬得动，你要不要试一下？这太疯狂了吧！这太疯狂了吧！真的啊！好，没事，我们去看另外半边，走。其实我觉得我们两个身材在这边好像还可以。我应该是比较小只的。你走线条，走线条。我们没有差太多 ，OK OK。70年代的哈，这个叫做肌肉背心。我好像我们阿儒也没有做到这么的夸张哦，完全让我想到我们当年郑海元前辈哦，就是这样的体型，非常三 D， 每一颗都肿肿的。六七零年穿这样，穿到现在有肌肉就不要怕把它秀出来。走，下一站。这就是他们新的一个户外的区域，是在疫情之后才开始。我想他们搬出来之后就想说就在外面练吧，因为加州就是要有阳光沙滩比基尼嘛，所以在太阳下训练也是另外一种感觉，非常完善的。 OK， 那我们现在就去肌肉海滩啊。从那个地方刚刚我们车停在那边一路走过来，这边就是我等一下要叫柯基开一个小三板，然后就可以开回台湾，就从这边。你 OK 吗？省机票嘛。对，这一条就是这边就是 Santa Monica 了， yeah。 这里是威尼斯海滩。啊，之前，哎，柯基有看过影片吗？凯嫂，对不对？跟凯嫂来嘛。以前在这边溜冰。去肌肉海滩吗？走。Thank you. Thank you. No problem. Thank you. I'm gonna go work out. I heard. Have a good. Thank you. Thank you. 遇到以前心目中的大明星，太开心了 ，so happy。好了，我们现在在肌肉海滩。这张照片，如果喜欢阿诺的朋友，应该会很熟悉这个动作吧？差太多了。当然，人家这么大，我们这么小。重点是我们就是来体验一下这个精神。OK。你有来这边练过吗？现在我们的 Kilian 是 UP 的超级教练了，我要跟他练一张。我们练腿好不好 ？OK。还是你想练哪里？我上半身等你的时候我已经练完了。好，真的，真的。我只剩腿可以练了。好，那我们就练腿吧。OK。来 ，OK。那训练了你不脱？啊，我今天不是操你吗？我要脱。哎呦，哎，你这边的制服你没看到吗？哪一个有穿上衣练的？怕什么 ？Be a man， 练腿，练腿脱上衣个屁啊！来练起来。我靠，会不会烫啊？来试看看。这还 OK。哦，其实有一些重量的。是说真的，今天都已经出来了，也没有刻意要练什么。就真的只是来肌肉海滩，就体验一下这种在南加州晒着太阳
不用穿衣服，然后可以在阳光下，等一下再去沙滩看看穿比基尼的女生。说真的，它里面连哑铃都已经快要没有了。因为我说他器材年纪可能比我还大。哎，这是已经换过了，以前阿诺年代不是这样子，你看他现在已经锁在地上，重点是他这样子还是收10块钱一天啊，反正他就放着嘛，这一块地方给人家来朝圣而已。哎，这个点超棒，我躺下直接太阳正晒，哦，直接正面烤箱。啊，其实真的进来这边运动感觉好像被关在那个游乐园里面被人家观看一样。哎，这里好自由，还有人可以穿拖鞋进来运动。来这边就是要享受阳光，享受运动，享受汗水，很自由吗？感觉蛮奇怪，感觉蛮奇怪的。基本上，它这个垫脚的已经是松的了。哦，拉不动，拉不动。其实我从以前就非常喜欢肌肉海滩这个感觉，我的梦想就是，要么在垦丁。要不在小琉球搞个肌肉海滩，啊，看到这一集朋友有兴趣的来找我 ，OK， 有兴趣的话我们一起弄。侧面胸大肌来，就这样子胸挺起来，嗯，这样，对，就这样，挺提高 ，OK， 然后再转过来，腹肌摸一摸，二头肌。来的肌肉海滩怎么样？摆个 pose，OK， 刚好摆在我最弱的。好了，说真的。我刚你在太阳下练完什么感觉？蛮好的，维他命 D。是哈、哦，会不会比较喘？哦，我觉得会耶，这边空气可能比台湾稀薄一点。好，还在时差。所以我可以想象，当年阿诺那个年代，如果吃饱来这边练晒太阳，身体反应都又好，出来的体型大概就真的是有阳光晒出来的肌肤，好看的体态和海边，难怪人家会把健美跟海滩。结合在一起 ，OK， 其实我觉得这边不错，好吗？朋友们，如果有兴趣来加州的话，必须来肌肉海滩走一走 ，OK， 记得锁定凯基丹的频道，我们按订阅小叮当，下次见。多拍一个，你看有人就来这边晒太阳、滑手机，就不练 ，OK 的，没有关系。Strong， 因为 Let's go， 为什么呢？因为人家靠脸吃饭。长得帅真好。